前面我们认识了八卦的卦象，现在我们研究一下占卦法，也就是起卦的方法。起卦就是用乾三个，以乾隆同宝这个铜钱最好，没有这个乾隆同宝随便三个其他一样的钱都行，越大越好，三个一元的硬币找不着三个一元的和三个五角的铜币都行。那个占卦时呢，先将三个这个钱放入手心，两手合扣，然后想要问事儿就预测的人，局中意念大脑中专注想你所要预测的事儿摇动手中的铜钱，然后将这个钱丢在这个桌子上和盘子中，然后看这个钱的正面和背面，就所谓的字儿和辈儿的情况。好，下面我们正式研究一下怎么起卦。在研究之前，咱们先看这两句话。这两句话过目一下。这个关系到起卦的信息沟通问题。预测灵不灵，准不准，这个很重要。好，我们先看一下一枚铜钱或者这一个硬币它都有两面，一正一反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背儿，一个字儿一个背面的一个字儿的。那这一正一反，一背一字儿，也就代表着阴一阳背儿为阳，字儿为阴。这是乾隆同宝的这个背儿和字儿。要是用人民币一元或五角的话，这一般以国徽这一面背儿有字儿的那一面写字的面为字儿。摇卦呢是以这个三枚一样的铜钱这辈字组合共摇六次才能组成一卦，我们称之为六爻。好，那三枚铜钱进行摇卦，它共有四种组合阴阳互变的四种组合。哪四种这看一下，这少阳、少阴、老阳、老阴，四种。然后我们看这个三枚铜钱，第一种组合，这什么？一个辈儿，两个字儿，我们称作当儿。这是一个辈儿，其余是两个字儿，称作当儿。这一个单独的一个背面的铜钱，那这种情况就是为少阳少阳。这种情况一辈俩字儿，咱们一般在古法或者古时候从前称作六爻点卦法，一般就是在纸上咱们拿笔记录，是怎么记录呢？就画这一点儿，这一点儿画这一点儿。做个标记，这一点儿就代表一辈儿两个字儿，少阳这是标准的六爻点卦法，在纸上记录。那建议学习玩这个驿站的用这种六爻点卦法来画方便快捷，是不是？那这一点在咱们这个学过这个八卦象列里呢，这八卦这个卦象里呢，它也代表着一个爻位它是一个什么爻位呢？一个阳爻一个安静的阳爻称为少阳点儿。好，我们看第二种情况，这有两个辈儿一个字儿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拆拆开了。那我们学八卦象列里
断开了，啊，断开了，啊，这个我们称之为少阴，啊，也就是我们前面学过的八卦卦象里的断开那爻，阴爻代表的阴爻，称之为拆，拆开了。那我们怎么画呢？在六爻点卦法，我们在纸上记录是怎么画呢？那就这样的，我们就点两个点，啊，两个点我们称之为拆，啊，分开，是断开的。那它代表的就是少阴，有一个安静的爻位，而且是代表阴爻，啊，一点是安静的爻位少阳，啊，代表阳爻，八卦相列那个爻位的阳爻，拆两个辈儿，啊，分开。阴阳好，我们看下面啊，这爻位就不安静了，有变化了啊，称为爻变了，动爻。好，这第三种啊组合情况啊，在手里摇出来扔在啊桌子上啊，是三颗，都是辈儿啊，三个辈儿，没有字儿，没有那阴面。那就代表着吉阳了，吉阳我们这里称之为老阳啊，这事物到头了，有点过啊，物极必反，物极必反呢必然有变化啊，有变动。那这个三个阳爻我们称之为什么呢？三个阳面我们称之为什么呢？三个阳面我们称之为老阳，三个阳面称之为老阳，老阳为变爻啊，老阳为变爻，就是三个辈儿没有字儿啊。重单拆，这重啊，都重复的重，称之为老阳，是变爻，它代表着啊八卦爻位里阳爻，但它是阳极而阴，动爻要变化。那我们八卦点卦法，六爻点卦法，我们怎么表示呢？啊，我们这样表示，我们按这儿画一个圈儿，这个圈儿啊，这个圈儿表示这个三个都是辈儿，没有字儿，老阳，这一个圈形在纸上啊，你看了啊，一个单儿少阳，叉这少阴，好了，三个辈儿没有字儿，重为老阳，是变阳，记住啊，是变阳。那下面第四种组合啊，就是你摇出来的三枚铜钱丢出来，在桌面一看，分析一下情况，都是字儿啊，三个字儿没有辈儿，就三个阴面啊，也是物极必反啊，产生变化，我们称之为变爻了。那前面三个是辈儿，属于老阳，那这个三个为字儿，没有辈儿，我们称之为交啊，交属于老阴啊，是变爻。那六爻点卦法怎么表示呢？啊，交就打一下叉，在纸上打一个叉，这个叉代表着吉阴啊，标准的称或者是老阴啊，老阳老阴老阴，打个叉，代表三个都是字儿，没有辈儿，称之为交。啊，打个叉，交叉，为老阴，是变阳，记住是变阳，这两个变阳要记住啊。单儿叉儿那是安静的阳，重交是变动的阳。那三枚铜钱扔出去，只有这四种组合啊，一个辈儿，两个辈儿，啊，三个辈儿，然后是三个字儿，这四种组合，然后用这四种组合摇六次。摇六次形成一个卦啊，我们称为啊起卦啊，占卦法起卦法。好，我们现在用六爻点卦法来继续举个例子。为什么叫六爻呢？啊，易经有八卦啊，用的八卦复合八卦得八八六十四卦。八八六十四卦，这每一卦呢
这得出六爻，下面有三爻一卦，下上面三爻一卦，这重合起来得八八六四卦，所以要爻六次才能得出这一个卦象。那好，我们来看啊，先爻出一个第一爻啊，第一爻，咱们这个三门铜钱扔在桌上得了这样一个组合啊，这什么？这是一个辈儿啊，两个字儿啊，一个辈儿，两个字儿，两个写着乾隆东城堡的这个面啊。我们刚才学过了，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蛋儿啊，蛋儿，我们怎么表示呢？哎，在纸上怎么记录呢？哎，我们就点着一点儿啊，搁这点一点儿就行了。记录一下，这是一个蛋儿啊。咱们写啥上？这是第一爻啊。这第一爻啊，咱们要写的最下面卦是从下往上装啊，一次上升，一二三四五六，从出往上。转卦啊，不要搞错了，不要从上往下转卦啊。所以第一爻要从最下面起，然后依次上升啊，由地面向天空升起。那好了，我们现在第一爻为一单啊，一个少阳。好，我们进行第二次爻卦啊，这是卦象出来了。这个爻象是两辈儿一字儿，我们称之为差差，哎，我们就怎么的画出这个两个点儿，代表着少阴，它是一个阴爻往上点，不要往下，由下往上啊，记住出爻，这是什么？第二爻啊，出爻第二爻，这是一个差，这是个阴爻。好，我们进行第三次爻卦。第三个我们有变化了，这是什么？三个都是辈儿，三个都是辈儿，我们学过了是重重为老阳是变爻，我们怎么记录呢？我们画一个圈儿，画一个圈儿，这个圈儿代表着这个变爻老阳。好了。这样我们先爻出了三个爻位组成一个卦象我们卦象学过这个是个什么卦回忆一下什么卦出爻第二爻第三爻下面和上面第三爻都是阳爻下面是少阳，上面第三爻是老阳，中间是个阴爻这是阴爻差，是虚的中间，我们学过什么离中虚离中虚坎中满，对吧？这是离中虚那这一卦我们得出来了什么离卦，下面这个点卦咱们点出了一个离卦来有啥往上点爻出三爻得出一卦这六爻咱们已经点出一半了下面接着继续第四次爻卦我们看这三个铜钱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组合，是三个字儿三个字儿我们学过三个字儿没有辈儿，是什么？是老阴，是交是个变爻，是个阴爻是变化的动摇，那么怎么表示呢？点出来画出来打个叉在纸上打个叉，这个叉往上第四次第四爻第四次爻卦是个叉，是个阴爻，但它是个变化的。我们看看这卦第一爻出爻，第二爻，第三爻动，第四爻动这有两个动爻。那下面这卦我们看离中虚离中虚，那上面卦还差两个爻位才能组合起来。接着来
第五次摇卦，啊，又是三个辈儿，没有字儿，那什么是老阳啊？重是个变化的爻，哎，咱们接着往上点，点到第五个位置，啊，由下一、二、三、四，第五爻，第五爻咱们得了一个三个辈儿，啊，第五次摇卦三个辈儿，哎，老阳也是个动摇啊，这里面咱们出现了。第一爻、第二爻两个安静的爻，第三、第四、第五都是啊变化的动爻。嗯，这一卦六爻八卦啊，咱们八八六四卦还差最后一个才能真正的组合成一个卦。那好，咱们接着继续啊，第六次咱们摇卦啊，得到了什么两？辈儿，两个辈儿，一个字儿啊，我们学过，这是拆，这是个阴啊，是个安静的爻位，少阴。那我们接着往上点，把它最终的这一卦啊画出来。好了，一二三四五六，这六个爻位啊，一卦一卦的，咱们已经摇了六次，得出来了这一个卦象。啊，下面这是一个什么卦呢？咱们看啊，下面这个咱们已经得出来了，下面这是一个离中虚啊，离卦。上面这个呢啊，一个叉啊，一个圈啊，再一个拆啊，这是个什么卦呢？卦象咱们学过啊啊，其实啊，其实也很好理解，其实我画一下啊，这个尖为老阴，其实就是一个阴爻啊，大单是它是一个变化的。那个圈是个老阳，是个阳爻，对吧？上面这个是个拆，哎，很正常，咱们画出这个拆啊，很正常。那这不是一个啊什么啊？两边是虚的，中间是满的，什么？下面是离中虚，哎，上面其实是个坎中满啊，哎，上面这卦啊，上面这卦，这个其实代表的就是这个。主要关键是你要认识这个圈和叉代表的含义，就圈就是一个阳，叉代表阴，只不过这个是变化的，我们用这特殊的表示出来，其实它也是阴阳啊，也是这种表示方法啊，但这不好理解，但你要常用记住就好理解了啊，就是什么坎卦啊，我们好了，把这卦名写出来。啊，这是什么卦名？是个坎卦。那好了，这一卦啊，咱们还没有学到啊，研究到这个八八六四卦啊，那个卦名，就是咱们没有学到这个六四卦啊，先不用管，没关系。这是一个坎，一个离。其实这个卦名其实叫什么？水坎为水啊，离为火，这上面是水，下面是火，叫水火啊。水火什么呢？啊？它有个标准的卦名叫水火既济啊，水火既济啊，现在不用管这个卦是什么卦，什么卦名不用管啊，只要知道这个是怎么样一个表示就行啊，水火既济啊，一坎一离，坎为水，离为火，水火既济。那好，我们啊，这个咱们点卦法点的看着如果不好理解，其实啊，你多用就好理解了。其实下面就是啊，一个单是一个阳爻。一个拆是阴爻啊，一个重其实是个阳爻啊，但是这个重这个位置的这个重啊是变化的啊，这个交什么是老阴，它也是个变化的，是个阴爻，对吧？是个阴爻，断开的阴爻啊，这个位置啊，第四爻啊，第五爻跟下面这个第三爻一样，也是重，是有个变化的爻，对吧？什么它是个阳爻，上面是拆，是个阴爻拆开。其实按正统的啊，正经的表示方法，它就是这样一个表示。咱们点卦法就为了省事，啪啪啪往上点啊，快速方便。但你这样看，在你点卦装卦的时候，其实并不方便。哎，还是一种传统的，咱们往下讲你会明白的。用这种一点两点一圈一叉来表示，来区别动爻静爻啊，是一种非常方便快捷直观的方法，用熟了自然就记住了。
为了加深印象，我再着重说一下，咱们只要记这个特殊的这个符号就行了。单和拆，阴阳记住啊，关键记住哪个是动爻啊，记住这个这一圈这个标记是老阳阳动的标记，这一叉是老阴阴动的标记啊，一圈是老阳阳动的标记，这是个动爻，一定要记住。动爻咱们下面如果装卦学到装卦啊，往上装啊，装天干地支的时候，这个动爻有变化，有变化。后面那个字符啊，咱们六爻八卦里的元素符号会要标记出来啊，怎么动变成了，就接着往下标啊。咱们先学到这儿就要记住这个点卦的这基本的思样啊，学会记住啊，明白这个动，动则生变，阳变为阴，阴变为阳，阴阳互变啊，这个道理。然后我们再迅速的再摇一卦，六爻八卦，咱们摇一卦六爻。第一爻啊，两个辈儿，一个字儿，这拆啊，咱们把这个拆画出来啊。好，第二爻啊，三个辈儿，老阳，老阳为什么？老阳为虫，咱们把这个第二爻画出来为虫。再接着再扔一次，看到三个身份同台的组合啊，再冲一啊，又是什么两个辈儿啊，一个字儿，别拆，别阴阳，是一个标准的阴阳啊，别拆啊，咱们就再画出来第三爻，这样一个下挂内挂咱们就装出来了啊，这是什么啊，两面为虚的，中间是一个阳爻实的，是吗？坎中满啊，是内卦啊，坎中满，坎为水，咱们得出来了啊，一个内卦是个坎卦啊，对吧？坎卦，坎中满啊，接下来再摇个第四爻啊，我们看这是一个辈儿，两个字，一个辈儿为单啊，咱们一个单再画出一点儿。接着往上装第四个爻位单啊，再往上摇第五爻，那第五爻三个都是字儿，三个都是字儿，动爻什么老阴为交啊，是个第五爻是个变化的爻，动爻。好了，马上最后一爻咱们给它摇出来。看一下这是什么呢，最后咱们成一卦，最后的第六爻是个一个辈儿两个字儿，一个辈儿两个字儿，这种组合我们称之为什么单儿啊，这是一个单儿。好了，我们怎么表示呢，就是点一点儿，这一个点儿点到最上面第六爻，也就是第六次扔出来这三门铜钱的结果是一个单儿。好了，一二三四五六出来了。你看上面这一卦啊，注意上面这一卦是一个什么卦？下面第四爻是个阳爻啊。如果要表示呢，咱们卦象学过的就是一个阳爻，中间是个老阴，是个阴爻，上面啊是个单儿，是个阳爻，是吗？中间是个阴的虚的啊，学过了，离中虚，坎中满，是个离卦啊，离卦。好，那这卦就得出来了啊，下面为坎，上面为离啊，跟刚才那个正好相反，上面是刚才那个是什么，是个是啊水火啊寂寂啊，那这卦呢，离为火，坎为水啊，火水啊，这离为火，火水，我们称之为火水嘛，火水未济啊，这一卦。那好，咱们记什么济未济还没学到，没背到啊，没关系，下面咱们八宫六爻四卦卦名再去学去背就行了啊，咱们会点这卦就明白了，反正六爻八卦这六爻摇出来会点就行了啊。这就第二个例子，咱们点出来一个什么卦呢啊，火水离为火。坎水火水
啊，未济，这卦叫火水未济用。这中间有两个什么动摇，哪两个？注意，哎，这个啊，一圈一叉，这是个变化的爻，老阴老阳动摇。啊 ，OK 了，那这个咱们所谓的六爻点卦，或者是占卦，或者起卦，哎，这方法啊，咱们就掌握了，就这样点，用三边铜钱摇六次啊，组合成这个卦象就可以了。